在大会开开开这个会开的时候，你应该提出来，不应该在你的大会决算后你再提出这个问题。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全体理事在我们的会理事会的时候，谈到我们成立这个全体的小组，那时候全体理事是干部，跟推荐他来做我们的这些主席。 我就是，如果是搞，我看你有什么工作不工作，除非就是盯住不正而已，对吗？因为怎么样？你要明白，什么是离联职？我是一个，心态啊。如果在党内啊，你是这样讲，那你是这样讲，是叫野蛮的。啊，什么叫野蛮不好？哦，这个是广东对吧？不是一个人的。我知道。啊，我知道。 如果你是这样子来讲，什么叫做公平？什么叫做公平？什么叫做生意？好好好，啊，第四个是什么叫礼义廉耻？现在我们已经不是说，不想讲了，因为现在大家还在这里。好，你，接下来，因为我的问题我要大声。